朋友，这个是东港东龙宫的位置，因为我们做一个1188的参考点。这个是灵眼歌会，我们这个地方是我们的红海歌会，这个地方是我们的青田信歌协会。我的预测大概是从小琉球这个地方靠过来，再往上，所以东港会先建歌，然后依序是红海跟青田，再来则是往北的天祥联合会。所以预测的路径应该是在小琉球以下，因为它这次是七级风，所以我们预计的路径大概最少在靠近小琉球的附近往上，所以它东港会先间隔，然后预计是红海跟青田，然后最后是我们的天祥联合会。天祥联合会，所以我推估的位置七，它大概在小琉球到林边中间左右，因为它靠近小琉球，它就大概知道了。我们现在来测一下从小琉球到其他各点的距离。我们首先到车的东龙宫，它是 17.19 公里，然后我们射到红海歌会，它是 33.4 公里，而我们再射到青田是 36.84 公里，所以这是将近有30公里的距离。我们再从小琉球来测一下距离，我们测到天祥联合会，它的距离是 51.75 公尺，所以它这个50几它的距离就不一样。我们越往北的歌会，它往归还的时间会拉长，这个我们就会影响到归还力跟成绩，所以以分数无法来讲，它这个其实就会有误差。如果越南会逆风的时候，它可能本来是30-40分钟，如果没风。对于逆风的话，可能要70分钟、80分钟，所以困难度越往北的话就会越难。而到冠胜的时候更难，甚至所以我们过台南之后，有一些分落云嘉南的，他回去的就寥寥无几，所以大逆风。东北风虽然是时间比较近，遇到七级风阵风九级八级就造成了煞关了，越远的歌会层数会相当低。各位歌友大家好，现在为你分析一下资格尔的即时归还讯息。我们刚开始看到从1188东港联合会，它有43个歌社，73日它有 3.32， 然后还有万丹它有33社，46次归还 2.30， 而今天分会它位在竹田，还有30色32亿 0.52， 所以我们推估因为它是七级风，所以它的
登陆点更往南，比预测的应该会从接近在东港以下，所以我们他等一下我再分析一下，因为东港是比较靠海，而万丹、红海先会先到，然后再到青田，它会主田，它的地理位置的关系，而冈山、天祥联合会更在往北的位置。画面转到另一条船，创造者在1:54的时候，下午286色，740未完力8.94，星星也不错，零点84颗色，256，4点最好，所以在靠近零点的地方，归还力是最好。各位客友，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普世风力 KT 就是节，那这是等一下我们的单位，然后这 NS 就是每秒几公尺，每公里小时，风力的极速，在这个是第一级，我们这次的状况是在。是隔一的状况是在第七级，像28-33 KT， 所以它是疾风、劲风、大浪到非常大的浪，前速摇动，人因面前行有困难，所以遇到沙关，去疾风的沙关又遇到冷天，所以就影响到很大的各自往返状况，相继大家的各自归还。不是很理想，甚至有些几乎就已经到一层以下，所以很多歌会都面临到激烈的挑战。相信这是所有歌友不乐见的，大家辛苦半年，总是希望能每一季获得很好的成绩，然后继续每关比赛的机会，然后逐次往多关迈进，想不到在资格二就遇到沙关，而且是几乎是低于一层以下的沙关，所以很多歌会都甚至少部分歌数比较少的歌会才能面临到本关结束的状况。但下一关我们还是要持续去观察与努力。